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接到 IBM X3650M3 的服务器，它一共有四块硬盘，然后自己用两块盘分别进行替换，整个 RAID 崩溃里边是 Oracle 数据库，然后我们现在帮它恢复完成了，现在正在做数据找回工作。这个数据库呢是用友 NC 的数据库，数据库非常的庞大，实时库有200多G， 做出来的 DMP 格式文件也有好几十 G， 整个恢复过程估计要持续十几个小时吧，往回导回数据。我们处理这个整个数据的过程呢，一共用了3天的时间，客户自己维修了2个礼拜，但是没有修好，最后联系到我们。上面这台服务器是他新买的联想的服务器，系统已经做上，现在就是正在往回导回，导回之后就等客户来验证数据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感谢。